四周的好朋友们，不好意思哦，因为我们车在今天有待在这边，先跟大家说一声抱歉，打扰了。科长辛苦了。哎，科长，像第一台看有没有看到一些人这样子，也是 OK 的。快乐骑士队的建武哥帅帅毙了，帅！会长穿好了，我专门来帮你们布置的啊！哇，谢谢你！那个燕子，哇，法兰克，来各自找位置哈。各自取镜哈，各自找位置。哎，这个广角的全部都照得到哈。把你最帅的姿势摆出来，也不用摆了，大家都很帅。我这一台拍都废了。威总为了这次的活动，特别去买一台新的125年的车。晚上抽奖。然后威总说，这台车就是捐出来了，好不好？这个生意不会捐，好不好？好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那我捐出来，谁要？谁要蓝色？没人喊了。不要，不要，不要。我一定要不下。台北快乐的骑友，我们的 Jeff 哥哈带队领军，哎，哥，哎，我们等一下把旗子挂在旁边，对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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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照个相，来，品玲姐要帮你们照个相来。车友们，啊，这次非常感谢 MOT 的热情邀约，我想我们 MOT 跟我们快乐骑是永远的好兄弟，对不对？对。今天晚上不醉不归，对不对？好好好，今天希望我们都摸到这个威佐的大车子啊！谢谢。我们大家热烈掌声欢迎东埔国小的校长，校长好。校长，上一次办是我当会长的时候，2016年啊。校长，校长，来，校长的照相机，来，我拿好了，来，好，好，各位俱乐部的伙伴们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，好，欢迎各位能够来到我们东埔国小哈，听说各位上一次来是在2016年，也就是大概距离现在2-3年前的时候。当时大家对这个环境非常的迷恋，我特别有印象。不是阿米露的。阿米露是晚上的时候会用到的。对对对对对。那我想。